2020年上半年通过建成口岸进出口总额达6.25亿美元，相当于去年同期的69%，其中出口额达3.22亿美元。特别西瓜出口量达近5.4万吨，同比增长132%。芒果、火龙果、咖啡、皮革、鞋履、干木薯等其他商品类的出口额呈现出积极信号。目前，我们分局正在努力为企业创造一切便利条件和保持口岸上活跃的进出口活动。其中，农产品等传统商品的出口额甚至同比有所增加。这些都是老旧省海关局以及人民委员会的一系列配套措施所带来的积极成效。今后，老界省海关分局将继续有效开展电子通关和海关驿站式服务机制，以加快海关行政手续改革进度，为企业创造便利条件。